儿呢，以前就是一个就是垃圾的一个地儿，可是五年的工作把这个变成这么好的一个环境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走一个 trip the Hartford Meadow。完了，我们刚才已经过了这个 Bluetooth Gardens， 我们现在进去，跟我走。走这个门，然后我拿着腿，之前路上说，可能会有什么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先把这个蛇弄开，然后就不会让蛇来动了。可以进去这个路，你看这儿那个锁，然后这儿小窗户，这儿小门，好了，今天走。这个獾会让这个牛吃着这个草，然后更甜，就像我吃米饭，然后我加糖了，我不会真的这样做，可是当时把米饭弄甜了呀。好，那我刚才走完这个波图，可是你看我那边那个波图可难。我走完，我现在在这个椅子上，我可以看到这一个 River Thames， 在这儿有一个 lovely view， 就是在这儿，每一个春天的时候，对吧？在春天的时候，如果春天来，我就可以看到这些。小青蛙或者小刺儿在这儿生宝宝，他们会在这里来生宝宝的。我们现在从 bit number one 现在 number two 走。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太阳在那树后面，现在这个是那个 Thames River， 特别好看，因为阳光和那 reflection， 就你分不清楚，如果我反着照我也分不清楚，而且忍着还有房子，对，有水，应该是远处应该有山吧，还有树。最初是阳光在后面的那棵树，你可能直接看有点难看，可是一有阳光就像阳光给这个树一些 jewelry 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吧。你知道吗，这儿呢以前就是一个就是垃圾的一个地儿，可是五年的工作
把这个变成这么好的一个环境。哇，天哪，这就是什么鸟啊？在这个 scrape 里边，会有这种东西 waterfall， 就是在水边上待着的小老鼠，那个 kestrel， 一个 bird of prey， a grasshopper， 这是我唰唰，goodbye， welcome damsfly， the dragonfly， pond skater， 这是在水上待着的那种种对鸟。在上面是 case 的，在这里边会有这种刚才我搭这个那么溜的这个东西，这边是小美车站，反正中午的小美车站，但是现在很多车不动。好了，那边我走了 number 七，我们就往那边走，然后就到了。到了这个一个鸟在天上不动的飞，然后它突然唰这样飞。我们今天呢还看到那个 Times River， 那太阳很大很亮。那现在就结束了，再见，下次见。